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不过七少的。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就3762次大小次战争，大小次战争很可怜的。而演化是15615姓氏族，很可怜的。那么原来本来我们是太极是圆满的嘛。结果呢，我们所以姓叶离叶炎呐，灵山面目全非啊，灵山呐、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我们很多修灵修的朋友，到处会灵山，你到那里蹦蹦跳跳。错误的会灵山呐、不是这样会啊！你要求法，你到苗栗仙山上去会灵山，会九天玄女的灵山，不是去那边跳一跳啦，跳一跳跳不出名堂啊！那最近以来，我们易经大学南投啊，易经大学八卦山呐、我们八卦圣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蓝天门起来了，哇，好多修灵修的来那边跳，开始就进入我们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易经大学校门那里啊，开始灵嘎的来啊。那么恁家是来真诶假，我嘛唔知。跳真诶跳假，这跳假嘛，无见人运动哩嘛，对不对？那跳真诶呢，嘿，蛮好啊，能够健身啊，你就跳到天心池，天心池呢，你要了解里面的意义啊。拜托你跳跳跳，你莫甲跳到底下底八公尺深呢，深度很深的。里面有大条鱼耶，小心呢，不要跳下去了。所以我围了那个围墙很高啊，不要跳下去。然后跳到蓝天门，蓝天门呢就到维新大道，进入九龙壁，九龙壁是现在世界最大的九龙壁。然后上面八卦天心妙莲台。我们的八卦圣城总基地我们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八卦圣城能盖起来，但是目前八卦圣城中间八卦天心妙莲台王禅老祖弘坚老祖在那里最近以来我们法会越接近了元旦祭祖越接近了，所有十方法界都圣神诸灵也都陆陆续续光降从蓝天门来，从蓝天去蓝天就到达八卦圣城八卦天心妙莲台。现在大地都是小小这么小的八卦台，由珠珠靠起来八卦台，
闹几，可能几十万个，那不是几十万个小猪猪王有什么稀奇，而是很奇怪的，几万个、几十万个那个猪猪，他们怎么样训练的？他们又没有手机大哥大，啊，又没有什么可以赖。哦，一个晚上一二三开始，哗，整个包括天心庙那台旁边的草坪上，嚯，是太多太多的小小小八卦，上面都坐着一个家子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圣灵，在那边等待哟。所以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是维新圣教的总坛。又如西方天主教的教廷，同样的道理。所以八卦圣城是为维新圣教的总坛，也是万灵归宗、万灵归心、追根溯源。那么今年联合祭祖大典最后一次啊，最后一坛第九坛了。要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主办啊，这邀请海峡两岸世界各国的华人，由祭祖总会我们的执行长圆义法师负责全权来执行啊，务必把这次万年归心、万年归宗、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久久重扬啊，就列祖列宗归一处。所以最近来祭祖圆满祭啊，久久法会，我们这里为祭祖举办99天的法会，妙庄严。啊，极乐净土三大千，好，啊，九坛祭祖大圆满，哦，好，维新净土相辉映，这2014也是中华民国103年，这个1月1日圆满。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我们很荣幸这一生有机会皈依在王禅老祖今年坐下，维新圣教在这里修行，一修行的法仪回向给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眷灵，到当下各姓氏的堂上祖先。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秉持为国修德、为民祈福之信念，宗主所以鬼谷先是王禅老子的妙华，哎呀，真妙哦，妙庄严嘛，庄严是要庄严每一位、每一个家庭、名扬两界当下的身心灵性和列祖列宗哦，法界灵界空性，这灵性的庄严呢啊，所以当下我们九九法会这段时间来我们都很用心啊，本着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开示，
好，那我们继续再讲下去。我们的性越离越远了，我们修道，修道，修道，一个是为国修道，我们的法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而不是自己的治疗汉。哦，所以我们的性有修行了，我们就一直往上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好了，不是只有小小的为我个人的了脱生死。曾经有一位修行人很慈悲，他来到仙佛寺啊，他一直说，哎呀，佛莲老师啊，啊，你很慈悲啦，啊，一直叫大家要修道，你讲易经风水讲那么多，啊，你要记住，自己要解脱嘿，哦，不然到最后众生解脱了，你在地狱怎么办？哇哈哈，那才好，众生解脱，我在地狱耶，还没有人跟我争，大家也不会再找我了，我在那边可以闭关修行嘛。哦，那么，众生成就了，他们再来度我就好了嘛。大家度我一个比较轻松啊。这位修行人哑口无言，我就画了一个图。好，我拿了我们的太极图。我的念头，我往上是修行，若是往这边修行，我一定下地狱，所以我带着所有的弟子们远离世间的颠倒梦想，远离世间的不平安，远离世间的斗与争，远离世间的相互诽谤，远离世间的相互排斥等等呢，要用意，用易经。啊，知道风水学错了，你改正融合大自然。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一个，这是希望，找到让众生大家有缘找到希望，你就可以往这边走了。所以我自己感觉认为这样，我就能心安理得。所以我跟你的想法，有一段距离。而我的这里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法门，而你这里自修，生净土，生佛果。哦，我说自修生佛果是重要啦，但是呢，这种修行是烦恼的。你常常我们皈依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结果你说：“哎呀，世间苦，我不想再来，世间很苦。”那已经违背你开始的誓愿轮嘛，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佛法无边誓愿学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不是自己有烦恼呢，大众的有烦恼，帮他们解除烦恼吗？就用易中华文化道统最好的妙法，用易经和风水学。哦，所以这位修行人呢，啊，罪过罪过，我看错。我说你没有看错，我很甘愿我下地狱没有关系，只要大家平安能成就就好，啊，国家能平安，百姓能幸福，那我就好，我下地狱绝对没有问题。啊，所以
这位修行者呢，他走了，过了几天呢，写了一张信给我，他说谢谢你的开示啊，啊，众生为重，啊，我知道了，那事情就过了嘛。所以各位，我们性越离越远，你善性越多，和恶性的坏习惯啊，当然是缘，殊途不同归嘛。啊，有的殊途同归，殊途不同归，啊，这个自古以来就这样了啦。好，那灵山面目已全非啦，灵山啦，各位同修，你们要找灵山，就眼睛里面，藏在眼睛里面。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在这里，灵山塔，啊，灵山塔下，眼耳鼻舌身，就是灵山塔下，好修行嘛。所以我要求我们弟子们，啊，你们要跑灵山的，你把经念好就跑灵山，啊，所以有的人到仙佛寺来。哦，来这里哦，要跑灵山来修灵山大条，我那边条啊，王禅老祖玄妙之经铁证诶，你叫我都找到王禅老祖啦，那不是假啦。哦，开始袂听，目睭闭紧嘛咧，眼睛张亮了。哇呀，王禅老祖就在这部《王禅老祖玄妙之经》里面，你回去照读，王禅老祖都在你心中都在咧。啊，就在灵山。若是你不知道王禅老祖的妙法，嗯，什么跑灵山招业啦，摸摸骗骗啦，不可以这样，这就是伤害他人。啊，你到任何一个庙去跑灵山，你一定要将法接出来。灵山就是真理大道，你要把真理大道找回来，才是会灵山。你到妈祖庙。去慧灵山，你要去那妈祖那边，首先进去要慧灵山，从哪里开始呢？进入庙门，庙门的对联，你不妨多读几遍，那是灵山的口在里面。进入主神，主神暂时不看，你看对联啊，对联，你就可以知道。这一尊神他的精神在哪里？他的精神不是在那个金身哦，这几百年耶会火。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十一，所以有一次，啊，台湾有某某庙的什么会，哦，就说从大陆来了有一尊那个金身呢，哦，400多年了啦，哦，要来台湾巡视，哦，要我带300-400位的弟子去，松山，桃园机场进来跪在那边迎接，我笑呀，哦，那个是有多少人？我你也看弯刀，仙佛寺的九桃跪了1000万年啊。哦，比那个还久啊！你的人客的几百年，那不是华啦，怎么笑呀？哦，要来台湾统战，哦，要来提红包灯、提收钱灯的，这么来，这个不是真正的宗教，那是骗财，哦，敛财，哎呦，乱来了，扰乱台湾人民的心啊，心灵，所以我讲的很不客气的。干嘛家呢？我整个这个神的文化在台湾，不是在大陆。大陆它是唯物论，没有唯心，唯物论东西而已。九桃也是物，什么都是物而已，没有灵性。台湾文化法神的精神法，啊，左手是这样，要我们中道，右手拿着剑。啊，剑呢是斩断妄念，啊，左脚踩着这个是乌龟，是善，中华文化道统，
义坚啊，妙华。要说踩着蛇，这是我们的毒，我们的念头，毒的念头啊，所以要斩断，这才是真正的华。结果讲哦，我有几百年为了台湾绕境，哎呀，胡说八道！哇，你安尼哦，最好不要。如果是进来就拍垮哦，违背神的意嘛。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不敢进来了啦，唔敢去讲啊。我哎呀，要有智慧啦，不要在那边，哎呀，瞒骗众生，这么不慈悲呢。啊，你知道意思不？哦，知就好，知就心酸来也塞。啊，好，那好，我们再接下去看经文。乎，人生一小乾坤也。好，万物皆备，良谋为日月。好，温度为火，周身而气血行。好，那么风里震动，呼吸，好，运五脏，好，一机者阳清，雷者生也，气者风也，血者水也。哦，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法门呐、啊，很重要。风、水、气、血亨通，所以我们一直讲风水学。风水学就是气血亨通，大至宇宙虚空也要风也要水，小至我们的周身身体。到我们的家庭、工厂，风水学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请王禅老祖再下来，好，来开示风水学的定义，好啦，风水学的奥秘。人来世间上，一旦有身体了，你没有风、没有水、没有光，绝对不行啦。而意，这是我们的智慧，把意体请出来，把各位内在的智慧请出来。所以啊，明天以后啊，下一节以后，我会跟各位讲解风水学的奥秘，相互融合。所以各位贤士同修，好多好多误会说，哎呀，风水学怎么样？风水是迷信啊，没有学过。没有智慧的人才讲迷信，当你智慧了解了，哎呀，风水就是我家的，我家的风水，我家的风水，我心灵家的风水以外，我居住家的风水，你家违背风水了，你的气血绝对不通，啊，你家里风水哪里错了，什么病，嘿嘿，任你怎么样，你也跑不了啦。所以要有智慧啦，要有智慧。好，我希望各界朋友们，好，你们呢，啊，一起来学易经嘛，啊，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啊，我们的公司客户无欺心呐、啊，大家学易经，你修行道上才见性呢，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你不圆满，你修什么行都骗人的啦。哦，所以既然来世间，我们要知道大自然的融合法则，我们融入自然，与自然调和，你就是整个大自然的化身，天地化身。总而言之，我们人的身体是一个小周天，啊，一个小世界、小宇宙以外，也是大宇宙。啊，那我今天呢？我们课程啊，时间关系就到这里一个段落啊，祝福各位。